三藩市话就双活直盂兰节冇火龙访疫祈福。今年9月2号是农历7月15，是传统的中元节，亦即是盂兰节。在上星期六，三藩市话就就举行了一个盂兰盛会，希望可以去除今年的厄运。盂兰节咧，我哋系一个七月旧历初七月嘅一个节日嚟嘅，所以我哋今次咧有两样嘢系做。头先后边有个武大使，武大使就系、我哋嘅大使王就巡游三藩市啦，就镇住啲唔吉利嘅嘢。咁我哋头先咧再扮多佢武火龙，武火龙咧，因为我哋有瘟疫啊，而家个全世界都有瘟疫，咁我哋透过武火龙咧，系将嗰个瘟疫都驱走佢嘅。今次活动是由部分商户和华埠组织捐款进行，为了抗疫和消灾祈福。整条火龙用了3个月制作，一共长60尺，而且为了遵守社交安全距离，每一节之间都有6尺。除了大小王巡游和舞火龙之外，道教传统上还有祈福和拜祭等其他仪式，一共会进行12日。天下卫视记者梁丽娜报道。